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故事。那個故事是由日本聽回來的，是跟 No. 5 Tiptoe 有關的，信不信由你。現時各位標民用你手上的飛標大多數是 2B 的制式的，其實不說你不知道 2B 的制式是源自英國發明的，所以日本的 L-Star 廠商也聯合了其他飛標品牌去做了一個全新制式的 Tiptoe， 就是 No. 5 Tiptoe。現時當然是 2BA 的飛標比較多人選用和為人認識，未來就不得而知啦。我都希望新規格的 No. 5 飛標都會越來越多人選用。下集見，拜拜。